纸神降临两周年大型演唱会祭典，在超高质感的氛围中正式落下帷幕。在充满万圣节风情的十月，将会举办2024年第20届万圣节主题祭典。这次的祭典准备季正式开始，你已经选择队伍了吗？这次的万圣节主题祭典，不知道鱼浆帮和麻辣油舞会用什么装扮出席祭典，也非常期待蛮颓震撼上新市会如何布置。大家快到 Switch 上进入游戏新闻，点选这一篇由于研究所发布的新闻，从这篇新闻的选项进入游戏中，就可以从大厅设备上获取战斗鱿鱼特别为这次祭典复刻二代非常受欢迎的万圣节道具，分别是贴着符咒装扮成跳跳僵尸的僵僵帽，以及充满邪气的海阔鱼角法菇，还有恐怖电影13号星期五中杰森戴的曲棍球面具，最后是看起来很吓人的灯笼鱼橡皮面罩。这次的祭典主题是，如果进入幻想世界想成为哪种职业，想要像莎莎变成能自由操控水与火并飞翔在空中释放魔法的魔法师，还是像慢慢变成为需要守护的事物挥剑坚持信念在前线战斗的骑士，或是像鬼符变成能够飞天遁地融入暗影穿着黑符在水上奔跑的忍者，欢迎大家到频道社群投票。最重要的是赶快到广场投票领队服，才能立刻开始收集法轮扭扭蛋，大家快来广场投票吧。